更新啊。每次都有，就每天都有裁剪下来的，每天都有的，一点一点继承下来。那个要不，地震机，就是裁剪下来的废料，废料，但是里面有一部分呢，就是大大小小的，就是、他们收购回去以后呢，就是把它分类，棉的和棉的，化纤的和化纤的，棉的呢可以做成再生棉，然后那些化纤的面呢，把它提取出来以后呢，就是做成塑料的镊子，塑料镊子以后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，就是塑料的纸，像这种东西什么的都可以做的。好，231。应该这一次呢，这次特别多，他已经装不下了。过年的时候没有买掉，当时太忙了，没有买。分。年轻还没我们。他下了那两吨了。170190对吧？六吨多一点。实际六吨多是吧？六吨五指了。是六吨五指了。哎，六吨五。已经六吨五了啊，同志啊！拿纸张来算了吧，一万吗？这是一万。装掉了。你不会给我假币吧？你还其他？你上面那些，你捡着你刷一下就来。好好好，我给你二十刷。来，抓一抓就行。顺，一二，顺，一二，顺。真的，真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全部搞好了，就准备出发了吧，准备把它拉到安亭去嘛，大约两个小时就到那边了，就跑到那边了。那你开车不会的，不会，这个闸可能很牢固的，没问题。